啊，来，掌声有请这一队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柴，25岁，来自河北待业；女嘉宾小王，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谈恋爱谈多久？2年多吧。两年多。嗯。小片里说一直是你主动是吧？对。是你追的他吗？是。你们俩不是还异地吗？你怎么追的他呢？我们俩就家是一起的，然后因为我一直要上学嘛，只有到放假的时候才能见面。资料上不都河北是吧？对。你在哪儿读书啊？我现在在无锡。哦，是有点距离。对。这小伙子有什么吸引你啊？非要追他？就凭感觉吧，感觉他挺好的。一开始追他就在一起不到2个月就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有别的女朋友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就分手了，我也一直没有找男朋友。然后他去别的地方了，过了差不多2年吧，他那个女朋友分手了，然后回来，我知道他回来了，那时候就还喜欢他，我又主动找他，我们俩又在一起了。然后我就去无锡上学了嘛，啊，就异地恋了。就你们俩是经历过波折的是吧？对。就这个男人是你过不去的山呗。对。就反反复复，反正都要在这栽跟头，是这意思吧？嗯。现在怎么了？现在就异地恋嘛，在一起也2年了，因为之前分过手，然后现在又异地恋，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不稳定。异地恋本来就很辛苦了，然后他还这样，中间也发生过挺多事儿的，就感觉挺没安全感的。啥事儿？就他还和他前任联系，没断。那个时候已经断了。那个时候我和前任联系，只是因为就是我们俩都不想互相就纠缠或者什么的，然后一定要说清楚。然后后来不是就断了吗？那你断了，你见一次面说清楚就得了呗。一次面当时就没说清楚，那个时候。不是这事儿你们要怎么说呀？我们俩完了不就完了吗？还要怎么说呀？要说清楚，不是你要说。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跟我分手，就有些纠缠我的意思。哎呀，你真是好有魅力啊！行吧，咱这前女友的事儿就放在那儿吧。现在断干净没有啊？断干净了。那不就行了吗？断干净不就没事了？好好谈呗，反正断干净，前女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过了。那不还是异地恋吗？然后他又跟别的女孩，就有一次他喝多了，8点钟跟我说他睡觉了。我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后来就怎么想都不对劲儿，怎么这么早就睡觉？然后我就过了差不多2个小时给他打电话，然后电话就关机了。啊，我就觉得不对，就女人的直觉就挺准的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我就一直打电话，结果一晚上都没打通，我一晚上也没睡觉，打到第二天早上电话还是关机，我就觉得肯定有事儿，啊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敏感。行，有事儿没事儿？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然后我就让我朋友去他家，因为当时我朋友在家，我让我朋友去他家看看他到底在不在家。我朋友去他家摁门铃，他爸爸说他一晚上没回来，跟别的人在外面玩。我当时就想，这骗我的吗？这说睡觉了，结果。
为他就之前骗我和别的女孩子出去，然后被我朋友看见了，特别巧。然后那个女孩当时还要跨他，当时他就把那个女孩推开了。我是真不想听了。我再问问啊，这个小片里你说你想结束跟他的异地恋是吧？嗯。让他去你生活的城市是吧？对。让他到无锡去是吧？对。干嘛去啊？去工作，他现在在家里又没有工作。怎么不工作呀，孩子？就是前阵子因为身体不太舒服闹病了，然后有两个多月没工作。不是你这闹病了，可一样出去玩吗？闹病这阵子就是很少出去玩，对。哦呀。他是不出去玩了，和附近的人聊天，因为我们那个生活的圈子就比较小嘛。然后他和不是你这不是我其实特好奇啊，不是你这有意思吗，活的姑娘？因为不是你是在读书吗？对，你这读书脑子里面天天都是他呀。反正我就比较好奇他的生活，就想知道他在干嘛。那你图什么？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不相信他，你没有安全感。对，赶紧走啊！这种男人不能值得你依托和依靠啊！赶紧跑啊！那你在那儿腻咕什么呢？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我还挺好的，就挺细心的。虽然后面他就是做过这些事情，但是我这个人就一根，他所做的事情跟他跟你在一起时候对你的好一比，那好的简直让你无法自拔，是吧？也不是吧，但是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的，因为异地恋嘛。你回答我，跟他在一起的时间，好的时间多还是不好的时间多？在一起的时候好的时间多。在一起的时间和不在一起的时间比，在一起的时间多还是不在一起的时间多？不在一起的时间多。不在一起的时间多，在一起的时间好的比坏的多，是你说的吧？嗯。换而言之，我可不可以理解，他对你好的时间是特别短的时间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多数时间都是对你不好的，只有少数时间对你好，是还是不是？也不是不好，因为就是他这个性格可能是这样，不稳定。你倒是挺宽容的，你。